那真的是伯王吗？他为何不仅不避不闪，甚至中间后，他好像还在笑。皇女殿下，依在下看，应该是我军焚烧的狼骨花对伯王产生了作用。我想，伯王他连自己现在身在何处，都已经不知道了吧。 好，放箭，继续放箭，继续放箭，风。星儿，我终于还你了。 去追忆狼兽山的过往，只可惜睁开双眼后，什么都留不住。今日，甘愿以死偿还。 一直在这守候，每走一遍过，像一万年前那一颗心，却不就在传说。主子，若有下辈子，咱们再当亲兄弟。 本王的命令，你们斗不听了吗？莫想大胆抗命，已被本王击杀。再有抗命者，本王根本不会放过。闻言，忘了我的命令了吗？我知道。 这命令很难，所以本王选你，你不要让本王失望了，知道吗？是，闻言无论如何，也不让主子为难。<笑> 是否真的是伯王？我总觉得此局有说不出的异常。得手了！再放！快救主子！
机不可失，老古话显然已经奏效，渤王心神已失。他奶奶的，趁他们群龙无首，咱们重阵。正当如此。传令，即刻出阵。末将这次一定要诛杀渤王，为老城主报仇。等等，渤王是我的，除我之外，谁都不准杀他。今日，我要亲自报复仇，以为两位父亲在天之灵。
早就习惯独自站在山顶眺望，不需要声势浩大，路在白天走靠太阳，夜里靠我，目光照亮除了麻木的孤独感会让我输得惨，我还没碰到什么其他让我觉得真的难，就算逆着风目光坚定气势汹，我告诉自己凭着感觉一直冲，就是在创造历史中翻高山做峭壁，我独自惊天动地，没有目的没顾忌，让我